话里的灰姑娘，虽然穷，但是漂亮。你漂亮吗？吓死我！怎么有白雪公主后妈的劲儿出来了？你就差一个毒苹果，让你嫩一点，你给模仿后母在那儿讲。好，海涛，来准备。Yeah, kiss. 喂喂喂，老师可以就回响给我大一点吗？我声音可以再往上走一点吗？为什么要往上走？不能乱调。开始。我们在一起以后，家务一定要分工明确。你收拾房间，我收拾你。哎呀，杀人哦！对不起，我换个是、啊、我收拾房间，换个。哎，平时都是我收拾屋的，平时我收拾屋的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。来一个能，来一个明媚一点的，明亮一点的，好不好？对对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我们在一起以后，家务一定要分工明确。我收拾房间，你收拾我。他收拾不了别人，免费收拾。好，我们听一下声音分析。哇，厉害这个！维嘉队大获全胜，请两位入座。海枪，赶紧坐后面，38岁，慢慢走啊。青蛙，不对。癞蛤蟆，哎呀，别吵。队长，啊，身子弯弯。水母，白娘子。身子弯弯。眼镜蛇。老师，我必须要肯定我自己，我就差一点画的跟那个一模一样了。陈老师，你这是啊，这是大头蛇。对，啊，扇子画大了点。老师，是不是可怕？我觉得徐海乔的画在吓唬我，他画的好恶心。老师，我觉得张若昀在抄袭徐海乔的画风。张若昀画的扇子吐了。好，老师再出。好。好，老师请出题。好。两个圆圈并排站。到了。两个圆圈并排站。嗯。我们这次是空前的统一，大家画的画风是一样的，已经有画面了。对。画条线而穿成圈，眼镜，眼镜，不是，轿车，画条线而穿成线，穿成圈，穿成圈，穿成圈，那个什么东西啊？何老师画的这个，奥特曼，是你吗？奥特曼，咸蛋超人。咸蛋超人是你吗？咸蛋超人，老师张若昀又在吓我。哎呀，那个恐惧症太吓人了。头头，头头，头头，头头是啥呀？头头是道，头头是头头是道，对。张若昀猜字儿。头毛，毛发，头毛了。张若昀四八三二。好突然，好多毛毛，头毛。稍等，访问一下徐海乔同学，头毛，啥叫头毛啊？啊，啥叫头毛？您这叫头毛？怎么的呢？头发，老师头发那个方言不是头毛吗？你是哪儿的方言梗不行喂，方言梗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你的世界有张若昀懂。真的，毛头可以吗？毛头，对，毛头，毛头小子，毛头小孩，毛头小孩怎么就不行？毛头可以。好，我们来宣布一下，张若昀和韩雪的最后的成绩是：韩雪答对4题，若昀答对3题，韩雪胜。